记录一下，现在是在青岛，然后给你们看看，哇，太美了，太美，我好喜欢这样，哇，给你们看看。天空灰得像哭过，离开你以后，并没有更自由。酸酸的空气，消除我们的距离。一幕最新的结局。对面这个很像《西红柿首富》里面王多鱼包的那个富豪酒店。太美了，我的天，我好想下去，但是我们马上要工作了。我好想下去看，但是马上要出去工作了，马上上班了，然后，我好像生活在这样的城市啊，很美，你不觉得吗？看，天，这样，看着这样的城市。很想下去散散步。嗯，好想下去啊。